春意浓，红颜水中情，月如枝头朝暮，醒来成前昆梁获罪，实乃库银缺失，并无确实证据为昆梁所盗，使昆梁任职户部监管库池，库银盗失当然是责无旁贷。不过此职务之疏失与人格无损，故臣认为横情度理，昆梁该赦。臣载元启奏太后，镇亲王当时审决昆梁，罪责轻重，了若指掌，你说该不该杀？端华启奏，昆梁一案罪证三起，罄竹难言，以本朝律法，贪污者严惩，故昆梁一案绝不能言赦，这乃是老臣肺腑之言，请太后皇上明鉴。照你这么说，昆梁罪责深重，不能赦了。臣一心在奏，此乃端华不公，意图狭险。老臣据实起奏，扪心自问，与他绝无嫌隙。想不到端华嫌恨不消，我要你们两家联姻，消弭嫌隙，倒像是做错了。这乃是老臣肺腑之言，请太后明察。好了，端华你起个。谢皇上。既然昆梁罪在不赦，谁在外头哭啊？我是来找你的，是我哥要你来的。不是，是我自己要来的。你找我有事吗？有件很重要的事。你先躲一下。想是听说昆梁恩赦无望，伤心不已。宣他进来。是。
皇上旨下，宣盛京将军凤翔减速进。臣盛京将军凤翔叩见太后皇上。起来吧。谢太后，谢皇上。臣肃顺请到，普通的朝廷的体制不能。住口！树六，你太嚣张了。皇上宣进凤翔，尚未询问，你就嚣张跋扈，先下了定案。你的眼里还有没有祖宗朝廷？来人了，在，给我轰下去！在。少爷，请你带人打两块钱。放心，皇上驻跸之处，简述静静，你在宫外嚎哭，惊扰圣听。获罪遭谴，你有几个脑袋承担啊？启禀太后，臣悲痛难抑，嚎啕痛哭，行为放肆，求皇上开恩。你哭什么？臣是悲痛昆良未能蒙恩，臣也悲痛善宝娶妻未能在灵前告慰爹娘，臣也悲痛太后。你痛我什么？悲痛太后贵为国母，不能够为幼弟直言。凤翔放肆，臣领罪，愿受责遣。皇上开恩。请皇上明察。王德娘，赦了吧。你是皇上，你真给我做主。恩赦昆良，准祀中人府，因祀成挑，朕由善宝监禁。谢皇上劳恩。唱这出戏还真累人。琥珀，你到哪儿去了吗？二娘等了你好久啊。哦，我到花园随便走走啊。琥珀，你阿玛年纪大了，你就不要再气她了吗？二娘，如果没事的话，我想休息一会儿。好吧，那我先走了。坐下。马姐姐，你还好吗？你好像瘦了好多。我哥他还好吗？他回去过班子一趟，我没见到他就走了。他会上哪儿去呢？郡主，你在跟我说话吗？嘘，没事，我要休息了，不要吵我。在屋里跟人说话。是啊。那个人是男的还是女的？好像是。是不是那个唱戏的杜庆新呢？不是他，那又会是谁呢？哎，甭想了，谨慎一点，你啊再去给我探个清楚。是啊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你看过大夫了吗？
大夫确定我怀孕了。善宝这么做，他也不怕遭到报应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也不敢跟别人说。我本来想死掉算了，可是我又不甘心。马姐姐，你今天来找我，我想问你一件事。什么事？你说吧。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我二师哥？你可以为他牺牲一切。如果有一天你恢复了记忆，你还会跟现在一样，愿意为他牺牲一切，跟他在一起吗？哥哥多次不顾自己的危险来救我，况且我们已经祝告天地，正式结为夫妻了。为了他，我愿意抛弃一切荣华富贵，即使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。既然你那么喜欢我二师哥，你为什么不逃出王府，跟着他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？我也这样想过，可是你有苦衷。不瞒你说，我不能离开王府。为什么？我跟善宝的婚事是当今太后所赐，如果我离开这里，太后知道了，不但我阿玛会获罪，就连我的家人也会惨遭株连的。家人？胭脂，你恢复记忆了？嘘，这件事情除了你我没有别人知道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如果他们知道我恢复记忆了，那我能不嫁给善宝吗？真恨，言多必失。老六，有话回头跟皇上说起来。跟皇上说有什么用？你看宜兴摆的架子，摆明的不把皇上放在眼里。皇上感激太后抚育恩重，出的一片孝心呐。哼，风祥撒赖，真是可恶。算了算了，他也不过是为了达到目的罢了。闲话少说，既然五叔找我们来，一定有事，我们就长话短说。不忙不忙。奉茶。婚期听说是明天。嗯，即使明天陈震，那我深夜再来。哎，时间仓促，你现在走怎么来得及呢？你放心，无论如何我一定赶回来。万一赶不及呢？不会的，我一定准时赶到。这一去生死未卜，我要到我爹坟上去向他老人家告别。嗯，好吧。你要保重。嗯，你也小心。琥珀，你准备好了没有？二娘，什么事啊？明儿个晨曦上轿，有很多事要准备啊。准备什么啊？检点嫁妆啊，检点首饰啊，最主要的是婚嫁礼仪，我要仔细跟你说。二娘，晚点再说嘛。二娘。不行啊，说了还得演练。春桃啊，伺候郡主换衣服。是。不必了，我自己来。你们都出去啊。
娘，如果你在世的话，我就不会受这些委屈。你不会受到注意，不过今天早晨你锋芒太露，也够他们瞩目惊心了。我看一心的脸色真是忌你入骨啊。哼，我才不怕他。哎，朝廷的政争瞬息变化，胜者成王成侯，败者陈氏蔡氏口，千万不能够轻敌怠忽啊。西宫的小妞跟奕兴走得很近，你是指？我是指奕贵妃拿拉氏，她就凭替皇上生一个阿哥，你看她多嚣张，连皇后都不摆在眼里。这是题外之话，奕贵妃不可能成什么气候，咱们得商量商量如何应对才是。咱们就缺乏罪证，我只有赵家先摆出有力的低姿态，疏忽他们的设防，趁他们不备再来他们致命一击。就怕皇上心软，到时候不能够当机立断呢。皇上的脾气我最清楚，我会掌握适当的机会。我担心的是怕他们先下手对虎国不利呀。这你可放心，太后是菩萨心肠，凤姐就是感动，她也不敢违背意志，更何况我们还有杀手锏。什么杀手锏？上宝啊，他浑身烂了毒疮，他就是我的杀手锏。杜庆兴到底，要是你已经破了卦，不是完璧，你看我怎么折腾你！滚！皇天在上，我胭脂今嫁杜庆兴为妻，神鬼共鉴，愿终身厮守，
此情至死不渝。一定被他糟蹋，我要救他。明天燕芝请假，为了府一定会大肆庆祝。我可以联系班子，趁机混进府去。你们，我们素不相识，你们想借什么？上山走。天亮之前没有送达，明天府内要严加戒备，谨防外人潜入，扰乱了我的婚礼。嗯，是，贝勒爷。哎，千寻，千寻，千寻，甘愿为他背叛我，甘愿为他受苦，甘愿为他死。现在他在这儿，你可以告诉他。为他挫骨分筋，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的，看他会不会心软爱你。千寻，他现在已经昏过去了，要不然我怎么把他弄上山来？等他等会儿醒了以后，我要用金针封住他的脊椎穴，让他下半身麻痹，不能行动。公公，求你，求你不要杀他！杀不杀他全看我了。如果我们交易谈不成的话，那可就难说了。交易？什么交易啊？我要用他的命找侯辰栋，追回库银。哼！庆幸。庆幸，庆幸。这是我娘生前最喜欢吃的东西，您还记不记得？
真的是琥珀。孩子，才几天没见你，你怎么长这么大了？听说你以前是我娘的丫鬟。胡说！谁说我是丫鬟？我就是你娘。我也是王爷的福晋，谁说我是丫鬟？一定是那个坏女人说的。我去找她算账。哎，不，不是的，是我胡乱猜的，您不要生气。乖孩子，干什么要哭啊？我好难过。我明天就要出嫁了，嫁的不是我喜欢的人，是个杀人不眨眼，想要糟蹋我的善报。我想要逃出王府，可是又怕连累阿玛跟家里的人。还好，有马姐姐帮我的忙。可是到现在，都还不见她的人影。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阿玛，都想起来了。想起什么？以前的事啊。以前什么？我不知道啊。阿玛，太为难你了。好吃，真好吃。琥珀，阿玛，心有余而力不足，你想组织这件婚事也无能为力呀。真是我娘吗？说实话，她的确是你亲生的母亲。那她为什么会疯呢？你为什么要骗我说她死了呢？唉，都是怪阿玛不好。阿玛求子心切，才娶了你二娘。你母亲一气之下，就把自己关在嫡城院，从此一步也不愿踏出来，长年累月的闭塞，使得神志不清。那个时候，你年纪还小，我怕你受到影响，所以就骗你，说你母亲已经过世了。阿玛，阿玛知道错了，你想想看，老天爷不在惩罚我吗？到现在我连个儿子都没有。这件事情舅舅知道吗？知道，他当然知道。你二娘啊，就是他介绍的，他也不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啊。乖孩子，明天你就要出嫁了，不要想得太多了。只有你母亲
我会有个妥善的安排。怎么安排呢？你母亲虔诚信佛，我准把她送到寺庙安寝，等到神智恢复以后，我再把她接到府里来。阿玛，这可是您答应的哦。今天晚上谁都不准睡，给我好好看着门窗。郡主要是逃魂跑了的话，别说你们，连我也别想活命。皇上、皇太后，还有亲王大臣，明天都会到场观礼。朕家嫁不出女儿来，谁有脑袋承担呢？每一扇门窗都给我守一个人，我也不睡了，陪你们守到天亮。嬴政叫郡主起来梳洗，春桃、夏莲，你们伺候早膳，记住，不要给他喝水。渴了的话，给他两颗酸梅生津就行了。是，你们去吧。对不起。这么晚来打扰你，进来进来，快进来。来，我沏壶茶，坐。不用麻烦了，我说几句话就走。不麻烦的，现成的。不用了，丁大哥，我说几句话就走。丁大哥，我知道你喜欢我，虽然你没有明白表示过。但是女孩子比较敏感，我确定也早就知道了，谁晓得命运就那么捉弄人，事实也非常残酷。既然知道了，就不必多说了。我要说，我来找你就是想跟你把话说清楚，以后可能就没有机会再说了。为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喂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不要做傻事啊！我不会做傻事。那你到底想干什么呢？我……明天你就知道。丁大哥，你要帮我二师哥。哦，他是我的朋友啊，不必你关照，我都会照顾他的。他这个人很糊涂，也没有什么心意。哎呀，那个不是糊涂啊，他只是坦率了些，也有点懦弱。那也不能说是懦弱了，哎，反正我也不会说他了。那你到底想干什么呢？我怀孕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怀了善宝的孩子。这个善宝，我说命运捉弄人，事实也非常残酷，你应该明白了吧？马姑娘，马姑娘。见呐，马姑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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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小伙子，你发什么愣呀？我怎么叫你啊？赶紧去。
醒了。芙蓉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我怎么会在这儿呢？这是金牛子，在白云观后面，是姑姑把你掳来的。姑姑？嗯。我记得被几个人围攻。怎么了？啊？芙蓉。我的腿不能动了！什么人那么毒？是什么人那么毒的？给姐夫贺喜。哎呀，不知怎么样了，照姐夫的吩咐，王府外头都设有暗桩。嗯，好，好，保证记住，诚实计较。是。哎，姐夫，你有烦恼？啊，我是担心呢。姐夫担心什么？我担心半路会有人结交。光天化日，谁有这么大胆？啊，孔明一生谨慎，还失去了荆州呢，小心为妙，小心为妙。是，我明白姐夫的意思，姐夫是担心有人半路截教，到时候反咬一口，说姐夫空教逆旨，戏弄皇上皇太后。姐夫请放心，我会派人沿路护教。小心为妙，小心为妙啊！我知道。终于赦了他两个罪，并且准赐中人府。易素也说过，这官得另做文章。另做什么文章？你那短缺的460万两做题目。第一，当初端华审决昆良的罪的时候，为什么那个时候不追回赃银？是渎职放纵呢，还是故意隐瞒？第二，反过来说，既然追不回的赃银，就没有赃证，没有赃证而绝罪，是不是夹怨报复，还是逮捕职守？反过来说，正过来说，哼，这回我让端华死，也要让他脱层皮。干嘛绕这么大的圈子？为这么大的事儿？那你的意思？我的意思简单明了，先追回库银，我已经抓到了杜庆兴，我要从他身上逼出银子。他不就是宝林吗？宝林又怎么样？好歹他是昆良的儿子。哼，既然是昆良的儿子，他牺牲自己生命替他父亲报仇，这不是也是应该的吗？那你想怎么样？我打算……你说，就看今天的。啊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千万不能一意孤行，连累到我们。你别忘了，20年前我已经死了，死人闯祸能连累活人吗？
妹子，妹子。郡主，是时候了。郡主，琥珀，琥珀，春桃，赶快撞门啊！快！什么事啊？讨厌！大喜的日子，该起来梳洗了。冬梅，伺候郡主梳洗更衣。是。卯时要辞主，辰时起轿，千万不能误了吉时哦。夏莲、秋菊。你们两个随时陪嫁也一并梳洗准备。是。蔡福晋，春桃啊，你看郡主的神态是不是很可疑？郡主的神态可疑？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我心里面老是犯嘀咕，好像有什么事要发生似的。蔡福晋，你昨天一晚没睡，可能是累着了。好了，没事了，你去做你的事。菩萨，求你保佑我们，顺顺利利的把琥珀嫁了吧，就算让我少活几年也行啊。吉子人，马姐怎么到现在还不来呢？卑子服侍郡主梳头。嗯，秋菊、夏莲。你们也回房里去准备吧。是。冬梅，你一定要帮我忙。杯子，杯子怎么帮啊？来，你先坐下，我再跟你说。杯子不敢坐，杯子跪着听。郡主。如果他们拷问起来，你就说什么都没有看见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嗯？你不愿意？妃子的家中还有父母，怕连累他们。我原以为你会帮我忙的。妃子很愿意帮，只是……别说了，我不会怪你的。只是这件事情。千万别说出去，嗯，起来吧。只是这件事情，千万别说出去。起来吧。要是东珍、东珠都在就好了。好，既然郡主把贝子引为心腹，那我的命就豁出去了。贝子尽忠死，希望郡主照顾我的父母。只要我有一口气在，我一定会替你尽孝的。谢谢郡主。快起来！不可以嫁给他。胭脂，不可以嫁给他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芊芊，芊芊，醒醒啊！你又在做梦了。胭脂他怎么了？知道。今天是胭脂出嫁的日子，对，就是今天。你何苦这样折磨你自己嘛？你不能动，你没有用，你没有用，你没有用。那是姑姑用金针抑制到你的穴道，它只是暂时麻痹，不是永远不能动的。芙蓉，你快想办法把我腿上穴道解开，要不然今天胭脂就要被善宝糟蹋了。我也受了伤，我不能了。你帮我，
求求你，就算我死，我也会感激你的。媳妇一直伺候，谁也救不了他的。是我害他的，我拼死也要救他。这不怪你的呀，李仙。怎么不怪我呢？要不是因为我，我骗她回王府，她就不会嫁给善宝。如果她嫁给善宝，她这一辈子就等于是完了。帮帮我！我真的不能啊！我求你，我给你磕头。哎，静心，不要不要，静心，静心，静心。马寇儿迟迟不来，焉知奉皇太后的懿旨，即将嫁给善贝勒，她未来的遭遇如何？杜庆新是否会出面阻止？胭脂扣暗潮汹涌，请您明晚八点收看中式悬疑好戏《胭脂扣》。不住愁绪无边，情处难解，爱恨纠缠在心间，见他不